工业机器人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。一瓶饮料，一盒药品，或者孩子手中的冰淇淋，这些背后都有工业机器人的贡献。我是邱继红，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轨道交通事业部总经理。我从事机器人开发20多年，终于看到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时代正在来临。新松公司拥有并联机器人的完美的解决方案，为用户实现快速的分拣码垛，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，同时呢，解决了现场噪音大、粉尘大的问题。施耐德电器的 Pack Drive 3控制器呢，不但可以实现单台控制器控制单台的并联机器人，还可以实现单台控制器控制多台并联机器人。它的好处呢，一方面呢是降低了成本，另外一方面呢提高了控制器的效率。施耐德电器的行业经验结合新松并联机器人的解决方案，能够快速的为用户提供满足其行业需求的解决方案。我们期待与施耐德电器携手提升生产效率，实现智能制造。